立冬的第一个月，白天阳光明媚，晚上寒风猛吹。那你多出去了，谁这晚这么冷啊？哎，我们去吃羊蛋包吧。哎，好啊。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，去年我拍过一家开在菜场里面的羊腩包，买过热气腾腾，羊肉咸香软嫩。没想到一年后的今天，啊，他歇业了。期末考满分的同学肯定会说，不就是个羊腩包吗？自己做也很容易的啦。一开始我也是这么认为的，结果太烂了，这也。做羊腩包首先要挑选羊腩，但并不是每种羊腩都适合做羊腩包。你看，这是我在菜场买到的本地山羊腩，厚厚的脂肪，油光锃亮，炖出来的羊腩又肥又烂，感觉像吃竹菊啊。这批羊腩我吃了四顿，大概率又要空山长胖了吧。而这是我又等了两天才网购到的黑山羊羊腩，你看这体脂率估计比我的还低，和本地的羊腩比一比，瘦肉更多更紧密，炖煮之后才不会过分肥腻。依照惯例还得先烧烧羊毛，但热心摊主明显已经烧过了，因为他的毛孔比我的鼻头还干净。那就直接开始下一步，精心挑选出12味做板面剩下的芬芳香料，再配上4味滋补中药，就集齐了全部的炖肉汤料。如果你嫌麻烦，也可以网购现成的羊肉汤混合香料，每斤羊肉放5克就行，是不是很容易？我看你们还有什么理由不交作业。准备一口厚底的生锅，把一整块羊腩丢进去，趁它还来不及反应，赶紧加水淹没，让它不知所措。一边大火煮开，一边撇去浮沫，所有调味用的香料也请记得清洗干净。我用的其实是口蒸锅，所以可以用蒸盘将食材完全压住，避免了食材浮起，炖煮就更加彻底。前几天的肥羊腩炖煮2小时后就变得过分软烂，皮一夹就断，肉一夹就散，而这次的瘦羊腩，看看这痕迹没，瘦肉一层一层又软又绵，肥肉一层一层紧紧相连，就是这个感觉。俗话说，羊啊还是肥的好啊，呸，是浑身都是宝，所以剔下的羊骨头也千万不要丢掉，继续放回锅里熬成嘌呤爆炸的羊骨汤，来上配菜，就算不是亲子套餐，也算是个骨肉套餐吧。说到配菜，我最想吃的是炸蜘蛛、炸芋头和油面筋组成的3炸拼盘，想吃的就请扣个1，还有羊腩包的灵魂碳水泡面饼，想吃的就请扣个2，以及能铺满锅底的大白菜啊。这时我才刚刚铺好白菜，就发现这个砂锅的边缘哎呦裂开了呀，肯定是这几天煮羊肉煮多了，锅都裂了。之前教煲仔饭的时候说过，砂锅裂了就最好不要再用，以免在加热的时候完全裂开。可是羊肉的炖上了也不能等明天再做了。于是我灵机一动，点了份煲仔饭外卖。没事，主家这是什么外卖都能点呢？因为我怎么知道的，因为我上一个锅就是这个外卖来的。有了完好无缺的砂锅，就可以安安心心的铺上大白菜，等待炒羊腩。羊腩之所以要炒，就是为了入味，所以炒羊腩的油得是小葱、大蒜、生姜、红葱头，小火慢熬而成的葱油酱。就炒羊腩的酱得先把干贝还没打碎成粉，再混合孜然、蚝油、猪和黄豆酱、羊肉、花生米、油咖喱和十三香，翻炒成秘制酱。嘘，千万别外传。来来来，你闻闻看，就这酱。还没煮咩的香啊！待每块羊腩都被酱汁裹紧紧，待锅中香气逐渐浓郁，铺饼一遍，就赶快从炒锅里转移液，加进新的砂锅里铺饼。由于网购的羊肉3斤起售，剔除羊骨之后，还剩下羊腩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2、32块。我想问问屏幕前的你，一次能吃掉多少块呢？噔噔噔噔。哇哦，满锅汤汁浓稠，满屋馨香汹涌，羊皮油润滑溜，羊肉汁水横流，待我先浅尝一口，帮你们感受感受。没想到今天这么顺利，简直不可思议。更想不到的是，羊皮居然这么韧，这么弹，2个小时都没炖软。好像嚼橡皮，好了，只好放回高压锅继续加工15分钟。羊皮
皮才终于黏韧如玉圆，滚烫似烙铁。它轻贴在唇边，凝成了满满的胶原。它深烙进舌尖，揪出了成吨的鲜咸，仿佛在咀嚼细胞了浓郁汤汁的大块海绵，入口沉沉甸甸，转眼又消散不见。来试试羊肉，叮叮，块块羊肉软而不散，层层脂肪又糯又烂，阵阵悠长的腥香，缕缕浑厚的脂香，都像密度极高的二向箔舒展在口腔，又像刚刚出炉的烤红薯温暖进胸腔。几块羊腩吃完，手脚逐渐发烫，浑身充满能量，感觉自己能一人攻下绿全场，是不是值得你点一个免费的赞？哇，烫烫烫。至于油面筋、蜘蛛、芋头和泡面的味道吗？你们应该已经尝到了吧？那我就不具体描述了。看我吃，就等于自己在吃，你说是不是呢？我猜，如果你能看到这里，一定是很喜欢吃羊腩包吧？不会只是想看我做菜翻车吧？说起来，上次去店里吃羊腩包已经是一年前了，他家口味不错，而且生意很好，应该只是暂停营业，希望还能后会有期。相信一定有人和我一样，收藏夹里躺着不少老店，却一直未能光顾，可能临到去了才发现老板退休或者已经搬迁，以至于后会无期。吃想吃的东西，见想见的人，去想去的地方，做想做的事，寥寥22个字，却难如上青天。我们因为现实的各种原因，一等再等，一拖再拖，留下或多或少的各种遗憾，但至少还可以给你喜欢的视频点一个小星星，这不要钱也不费力，是真的容易，谢谢了您。差点忘了还有米饭嘞，嘿，那要把它吃了。好锅啊，哪有锅吗？啊，没有锅，我也有锅。